有多隆重？包吃包住，试用期三天。找狗王有钱，一下给你介绍20个。啥会儿娶媳妇去？啥娶媳妇的事啊？你看翟春就像前没媳妇。胡说啥呢？向哥，你这是相亲去啊？连饭都不做，你懂啥嘛？你说我咋说话了？多放辣子，少放盐，多要菜随便。我媒人给咱彬彬介绍了个二婚，见过见过，结婚的时候见过。你都不好意思30多回了，哟，忘了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你采娥姨。你刚说的我相亲套餐是个啥嘛？给20块钱。你把我想一下。再见。你要是在外头没有饭吃。来上两份羊肉泡馍。公司老板是我侄狗啊，按辈分算，我把你爸叫哥。你应该把我叫叔，那你没相中我哥，我也没相中你。让我坐。你在外面竟然有女人了？只说两口子，叫我过来呗。你看，能不能咱俩和保安队长当一下？这是干啥？不要不要，我辛苦你了啊！以后大人说话你别插嘴。你等一下。不行。刚才是误会，队长您别生气。只要回来一趟，赶紧回休息。没事没事，你给他说，让他再给我赔8万。